最主要是针对桃园纸业公司以及红利针织厂这两个厂区，因为它还有一些残土还在燃烧，所以我们现在要针对这两个厂区做残土处理。那至于蓄附资料的部分这个我们已经交由市政府的环保局跟环保署的文化灾咨询小组，他们来配合业者做后续的一个善后工作。